此兼程精兵，又有何仇？酒宴可曾备好？禀告将军，皆已备在楼中。山，开宴，我为子龙与阿贵好好庆贺一番。报，将军，将军，大事不好！幽州升平，吴郑欢宴，何事如此扫兴？快与我轰出去！要事，父亲，且先听他禀报，再责不迟。是，将军恕罪，将军恕罪。只是我军在青州与援军相持日久，援军突然进兵龙凑，龙凑兵少，恐难长久抵抗，特来求援啊。袁绍得此地，则青州皆不复为我所有，绝不容有失。将军，云可去助守军一臂之力。善，子龙与阿贵领一从精兵速行，我整点大军，随后便去。来者可是公孙将军部众？正是，你是何人？我等乃是龙凑败军。怎么，莫非龙凑城已破了？
人势大，我等抵敌不住，请大人恕罪啊。援军何时破城？领军者为谁？孤灯且住，子龙小心！动手！援军竟已至此，子龙，速速助我击退敌军。好令。援军此次来势汹汹，敌军甚重，如此下去恐怕我军难以抵御。战况不明，且先接近龙凑城查明情势。
两位将军，此番幸得相救，不知来路上可有遇到我派去求援的部众？求援部众？是，此前援军未将城池围住时，我遣帐下一伯长率部突围而出求援，他家便在邑下，熟知方位道路。那人莫非是？正是他，姓沈，姓沈，他现在何处？子龙，大敌当前，不可告知他实情如何，以免动摇军心。我二人得知线报，便快马赶来。他许是继续前往义京，向公孙将军求援了。敌军气焰炽盛，我军兵力不足，需奇袭挫其锐气。若取敌将首级，必可退敌。如熟悉此处地势，可有计策助我？西侧有一楼车，如能拿下，可绕道接近敌将。好，尔等需坚守此处，待我捷报。
此次援军似乎势在必得，此次败走，恐他日会卷土重来。子龙，城中兵少粮少，不能久持，这般下去未必能支撑到父亲大军到来。困守孤城却非长久之法，行军在外，粮草为重，援军人众，其所耗之粮必然不少。子龙之意是敌军新败，我欲趁其混乱截其营寨，再挫其锐气，若能寻得其营中粮草所在，便截之烧之。援军失了粮草，自然后继乏力，只需守到援军粮尽，粮草便可无虞。此计甚妙，事不宜迟，我与子龙同去。我与子龙将军引精兵截粮，汝等可集结大队，但见此消返还，便可速速出击接应我等。是。
火了，快，快将粮食运走。报，赵将军，敌军正在转运粮草。截下敌军，勿令其走脱。Thank you.
有了这许多辎重，足可再只守一段时日了。赵将军回来了，将军且歇息歇息，粮草由我等搬入城中即可。赵将军，请堂中叙话。好，某这边去。有赖将军神威，敌军必然大乱。敌军失了大量粮草，只需再坚守一段时日，敌军自然退却。赵将军，不好了！将军，敌军上了城墙，城头快要失守了。想必是敌军失了粮草，奋死一搏。只需撑过这次，敌军便再不会强。众将士，公孙将军支援就在路上，务必坚持住。
军已退，主公现已入城中，我当到府中拜见。禀告将军，蒙将军来援及时，援军已暂且退走。多亏阿贵与子龙奋力守城，这才能撑到我率军来援，迎击首攻。诸位莫站着了，入座说吧。谢将军。谢将军。报！朝廷使者携书信求见。呈上来。朝廷遣太仆赵齐为使，欲使我两家解和。今赵太仆已至袁绍处，有信来此。功力如何？吾与袁绍两军相持日久，一时间也难决胜负，再行对峙也只是徒耗兵力罢了。若就此便退，青州之事先生不必忧虑，太仆来信，袁绍将退出青州，只做他冀州牧。朝廷准田凯任青州牧，玄德为平原相，亦不会使我多面受敌。那我等将归渤海。不，朝廷会另选他人接掌渤海郡守，我军于此厮杀日久，士卒疲累，损失甚重。吾闻义经城已建好，待吾先归蓟县交付公事，便屯驻义经，休养生息。
赵太仆以周赵之德贤命来征，宣扬朝恩，是以和睦。况若开云见日，何喜如之？昔贾复、寇寻亦征士卒，欲相危害，欲光武之宽，亲具必见，同于共出，使人以为荣。自行鞭笔，得与将军共同此福，此成将军之眷，而赞之幸也。谢将军，某这便回复太仆大人。诸位也各自回营，收拾行装吧，几日后便拔寨回军。同事为何满面忧色？我且上前问问。战事江州，我军虽未获全胜，也并无大败。从事何以满面忧色？哎，我忧祸虽不在外，却将起于内啊。先生何出此言？我主刘伯安与公孙将军不睦，子龙想也有之。蓟县那是幽州州治所在，周穆恩旺素重，百姓多感念，民心皆向之。旧时朝廷曾封公孙将军为蓟侯，蓟县即是是此举，我本不好知会，只是此举将我主置于何地？册封县侯，历来多以其人出身之地封之。公孙将军受封，理当在辽西郡一带，今将其封在广阳郡蓟县，却是为何？是袁绍曾试图推举主公称帝，被主公怒斥立辞，但主公声誉既重，又是宗亲，难保朝廷中无人猜忌二想。今二人日益不和，又同在一地，纵然一时相处如是，酒后若二人不能失贤，则必然生患呀。公孙将军又新择一地铸造坚城，蓟县并非边疆，又何须如此沉塞？此间难道无谋？我观子龙品格超群，事故相告，公孙将军素爱子龙，子龙也可多加规劝，勿使幽州遭难。先生放心，云必尽力而为。
余公子，辎重行装皆已整点完毕，可启程回义京了。战城南，死郭北，野死不葬，乌可食。子龙，你看墙下这些人都曾是大好男儿，或许家中都有老母妻儿，就这般长眠黄土，再不能与亲人团聚，同是汉家子民，究竟有何仇怨，要同室操戈至此？袁绍心怀一志，只图利己，坐拥益州之地而不足，更欲侵吞青幽。若天下诸侯牧首如周牧刘伯安这般宽仁守节，也不至于天下分崩，乱臣为祸，更不需同袍刀剑相向，以致尸骨遍野。诚如子龙所言，天下纷乱，前路艰险，若想人治天下，更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子龙又作何想？云舍继而投身幽州，便是敬服周牧大人，为人爱民，更望这份仁德能责备天下，使天下重归一心，再兴汉统。此赵云之志也。虽前路未卜，纵马革裹尸，有何惧哉？子龙既有此志，我亦深感宽慰。只是周牧大人，父亲与周牧大人隔阂愈深，我尚不知如何自处。但愿他二人能握手言和，方为幽州之幸。走吧，莫让将士们久等了。Thank you.
龙凑一战，幸有子龙相助，方得险胜。战场厮杀，多有劳累。子龙，且好生休息。不妨，多谢女公子关心。此皆云应尽之责，且军务繁忙，不敢自意。纵然如此，子龙也该多多爱惜自身才是。待休整几日后再。赵将军，主公有令，请将军集合区域交楼一见。这龙凑战事方了，父亲找子龙有何事吩咐？属下不知，将军只命我传话。无妨，将军有事相召，云这边过去。好，子龙请先去吧，若是有事可回此地寻我。我记得子龙家在冀州常山郡。正是。正巧有一桩事要交于你。有一乌桓人名为宁楼，屡屡不服约束，简称大人。刘虞一再抚育，亦未见成效。此前宁楼趁吾与袁绍相争之际，勾连贼众，侵吾疆土。如今见我南下征战，又生歹意，一再犯我疆界。属下常闻，乌桓分为两支，一支北上原野，服从鲜卑；一支南归汉室，多在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一带生活，礼仪习性皆已进我汉家。这宁楼是？为汉室，此等蛮夷狡诈多变，不过假意归顺，残喘苟活罢了。一旦无暇顾之，他便又生恶念。这宁楼正是内附之人，行事反复无信，且此人并非孤立，邱立居、苏仆言等众俱不安分。蛮荒重至，也欲与猛虎相争。今我稍探报称，他理了上古郡，率众南下，正与中山郡内一处贼人勾连。无论其有何谋算，此番绝不能容他。那处山寨临近常山郡，只是险山之中，我难以劳动大军。子龙勇武非凡，又对左近山野熟悉，可据诛杀此僚，
安我静民。保境安民，义不容辞。属下得令。善。此地既在常山左近，子龙离家日久，也不妨回去探望一遭。有劳将军挂怀。既如此，我且先去清剿贼人，之后再回乡探望兄嫂。近来军中无事，可多在家乡与亲人处些时日，不必急归。是，云告辞了。子龙，父亲可有命令？将军命我去往中山郡剿除乌桓叛党。中山郡正离我家乡不远，将军许我正可回乡一趟。战事方了，并即派你去往中山郡，父亲可让子龙率兵马同去？这倒未曾。将军提及山寨位于险山之中，难以留动大军。非是夸口，此番之敌不过是群山贼盗匪，云一人也足够。子龙可还记得曾于义京城外偶遇州牧刘伯安一事？自然，州牧大人明辨是非，谦善仁德，令人敬佩。我知子龙向来钦佩周牧为人，于公于私乃是光明磊落，无从非议。只不过我父亲与刘伯安相争，他难免对子龙多思一二。父亲与刘伯安之间本已势如水火，如今幽州暗流涌动，剑拔弩张，岂是一触即发？此番命子龙外出剿匪，恐怕也是令你暂时在外，以免届时两相为难。如此看来，恐怕幽州之变已近在眼前。只是子龙既已受命，望君多加小心，尽早归来。此地我会小心留意，若有动作，我必尽力劝阻。这，希望将军能顾全大局。幽州稳定，百姓方可安居。女公子所言，云谨记于心，一定早去早回。
咦，何人先我一步？寨中尚有交战之声，速去看看。